必须的，他一看就不太会玩斗地主，可能牌都算不明白。瞎说！我一个成都人，怎么不会斗地主？可以出顺子呀，90勾圈 K，三带一，然后四带二，一个二，一对王，一个四就完了。四题，请问张哲瀚老师，龚俊平时有给大家唱歌听吗？有啊，他在化妆间都是 every day 每天都要唱歌的。你刚刚在化妆间，他都自己手机都要放歌，然后自己跟着唱，唱得真好。没想到这个歌声竟然陪伴了我3个多月，每一天都能听到。然后就我觉得很感谢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不好，我觉得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唱的挺好的。就大家说你要我唱歌，那我就很认真以最好的状态唱给你听，他不是那种啊乱搞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可爱嘛。虽然没有虽然的，还不错了哈。虽然吧有一点点稍微那么僵硬了一些些，像打拳一样，但不至于配上龚老师的歌声怎么就成那样了呢？为什么呢？你说清楚。一定是龚老师唱得太好了，我唱得还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根本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刚刚戴耳机的时候才听的。第五题，请问龚俊老师，你如何评价你的唱功？我觉得我行。第六题，请问张哲瀚老师，你觉得龚俊唱歌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行。爱的恰恰舞，全部。好嘞，我们这不是学一下吗？直接开始录完了已经。你都不需要学的吗？跳舞有天赋，一遍就能记住，边看就能边跳，是厉不厉害？哇，太厉害了，以后就龚老师跳舞。